做纸皮屋，然后去野外去睡一个晚上。你觉得这 size 哦，够睡三个人吗？喂，真的很有感觉，你要不要进来一下？开始有一种很刺激的感觉。老王现在在用刀片割着这个纸皮屋的窗口，然后割完过后我们就可以进去里面了，因为这边外面真的是太多蚊子了。中很多力哎。是啊。没事，走走进去。进去先啊。小猫。我拉了你们，好笑哎。关门关门！哇，玩的安全感也不错。先确保一下有没有蚊子进来先。反正我觉得其实也不会想象中这样糟糕嘞。有蚊子，有确实有。来来来，有没有风油？没有。油呢？没有。一直听到啪啪啪的声音，因为在下着雨，对蚊子。哇，很多蚊子！就我们应该要带风油来哦。风油啊？你叫风油吗？你没有啊？我没有带，没有带。你没有吗？我那里有，在里边。行。我觉得蛮有安全感，而且也不会讲想象中这样糟糕，你们知道吗？真的，我真的觉得可以打几场蚊子都可以。只什么？欠缺了风扇。真的。你看，随便就一只。哎，谢。我操！很多只耶！哇，越跑越多只耶！真的。我觉得我们现在设一个陷阱。然后给蚊子来咬我们，这样我们这个什么蚊子大战？哇，想打王者吗？这位打到来，我们的血给它吸干了。有，我们应该要带风油来耶。顶没有油？你还哪这边？这边是不是？这边蚊子，这边蚊子，看看。给蚊来了，蚊来了，蚊都蚊。喂，有血了。哦，吸咬已经吸咬。看啊，谁的血？来斗。又打了。引起轰动了！哇，我的 lens 崩了！你的 lens 崩了，因为很冷，很热，很冷。朱家的人过来这边，听到，听到车声吗？对，他停在这边啊，好奇我们在做梦。对，我觉得要有一个人去解释，快点，讲办，再去开门，开门拿，开门，开轰了，轰了，快，轰了。开门，去跟他解释啊！开门，讲解释。开门那就讲，我们在这里拍 video 啊！讲了，他下来了，他来了。来你啊！锁定巴浪。啊 ？Sorry， 他讲。冯克。We shoot YouTube video.、Huh? We shooting YouTube video. 华人来的是吗 ？Challenge. Chinese. 哦，因为我们、oh, 我们在拍 video.、Uh-huh. 我们是做 YouTube 的。挑战。就在这边做一个纸皮屋。纸皮屋在这里挑战这样子。我们拍一下子，我们就要走了。有打扰到吗 ？OK， 谢谢你啊。我觉得外面很凉哎，是啊，外面真的很凉哎，不如我们放弃喽。我老伟，不能，我等下要打一场王者，我觉得。哇，很热，在这种场合打王者 ，next level。这个真的是一个挑战，可能对他们来讲看起来好像很简单，不过真的是一个挑战。蚊子啊！哇，你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今天是要在那边睡一晚。哇，不要玩。
真的是不要玩。如果是室内还好，我们下次应该要做设备比较齐全的，比如讲装一些风扇。哇，高级了，哇，还可以来租了。他真的咬到我背后，很痛。哇耶！ Yeah.哇哈！我们成功挑战打完一场王者，打完一场。啊，打王者的时候确实不会觉得很热哎。哇，没这个画面，只是可能心静自然凉。你拍一下，看一下这个画面。胜利，哎，时间到，还有自动跳转。我想要快点出去，我快要中灵了。我一直看到蚊子从你头那后面飞过，它一直咬的。望手吗？望。哦哟，又打死一只。哇，随便打随便中的概念。哇，随便打随便中。打完王者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我们的 party， party party all night all。请开音乐。这里有我们买了零食，然后我们买了饮料、零食。哇，我相信这个体验很难忘。我相信十年后，我们三个其中一个看回这个影片了，我会觉得为什么我们坚强得空。男的女的蒙嘎拉来的哦，刚才有看到的是啊，嗯，来快点快点快点，哎不明不明，全程在看他表情就好。你要吗？啊啊，来啊啊啊，觉得这气氛蛮不错啊。啊，来嘴巴开啊啊，拜拜。现在哦，我们哦三个哦都共同有一个感觉，你知道吗？知道是什么感觉吗？我们突然间尿急要小便。我觉得我真的要出来了，真的没完没完。这边有一个洞，你把你那个放出去。哎、欸，没有讲真的可以放了，可以放，我真的放了，真的。真的、啊，真的真的。真的吗？你真的放我 video 就很有爆点了，真的。没有，我真的是想要放，我不能了。我觉得那个洞应该可以放两条。可以的吗？吸了啥？真的没有，喂，我们的屋顶倒了，喂，我还以为你真的放，好笑吗？哇，那天空很美耶，紫色的，哇，很美嘞，踩烂它吧，踩烂它吧，我的脚。Shooting video. Ah yes. Shooting video. No. Dara dara, jangan risau. 这个人以为我们躲在里面吸毒品。他这样讲的话，其实又好像有一点像哎，这样无端端这样躲在里面，像在吸毒品这样。要吸毒躲在这种地方？真的要吸毒躲在这种地方吗？那有人这样笨的哦？还要自己做这个东西？住在外面的感觉这样，是不是很像新的世界的？我想要回去里面。哈？你竟然有这样的想法？我想回去里面，我问我这么。这件事情我就不能理解了，我真的无法理解，怎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？其实讲真的，从小到大。你一个梦想，对对对，都从小到我相信应该里面应该有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梦想，就是想要做一个纸皮屋。以前我们小时候是用枕头啊，枕头，然后用背我们的背这样子。所以其实讲真的，今天做到这个东西，我个人是缺的。没有啊，可以啊，员工也算是完成了我们儿时的其中一个梦想。可以折扁它。Let's go。这个笑诶，我跟你们讲，刚刚咧搬过来的咧是我，然后咧现在咧那种好事啊，有道德的啦，哇，就他自己搬了，哪里有这样现实的人呢？什么？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诶，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，做作男，你真的想太多了，你真的是啊，天生抱怨了你，我不觉得这条街很像那个
头文字 D 的超明山。哦，有，很像哦喂，你看后面，秋明山。这个是你们发哥弯的其中一个弯。现在出来的感觉，我真的觉得大自然非常的凉爽，真的是很爽，没有骗你。很爽，对吧？要到了东西。没有啊，阿旺的意思是你两个都拿。OK， 这样阿旺这样放就可以了。这样子吧。可以的话再一折，不能折了。又说今天这个纸皮碎碗的挑战呢，我们就已经做了啊。虽然讲没有睡一晚啊，只是去那边过了几个小时，应该有三四个小时，大概三在真的，我们大概待在里面三四个小时左右。然后我的两个手啊，他的汗没有遮到的地方都已经差不多给蚊子咬完了，真的很肿，真的很肿。这里，哇，喂，这很明显嘞，很痛很痒哎，我的，你，哦。所以我们这个影片呢是被蚊子叮一下叮回来的这个影片，然后也非常感谢这一位网友的留言，让我们去挑战了这个题材啦。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奇奇怪怪的挑战，奇奇怪怪的一些maybe 很奇怪的实验什么什么之类的啦，你可以留言在这个影片的下面，然后我们会选出来觉得很新鲜的，好像没有人做过的，或者是很特别的，我们就会去完成它。难度尽量高一点，不要太 normal。这个我不敢讲，这个他敢讲，我们去他的圈子，我真的不敢讲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啦，然后记得留言在下面啦，有什么特别题材 ，OK， 原子弹们，我们下集。Sayonara。对，顺便讲一下 ，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嘛，在 description 下面 ，OK。不要叫敷衍你，随便就好啦。原子弹们，拜拜。